快把柠檬扔下去。来乐叔，你说你叫我儿媳妇啊？来，都跟他妈去，太明显了。你小脸都窄了。啊。真的变了一个我了。老魏，你戴耳机了吗？哎，你尝不尝这个？压力大吗？尝尝这个，抢呀，白的，肉筋是白的，不是白的，对，毛毛嘛，都有这能力，我黄喉，我现在听懂吗？这么多都是你家没有，徐大娘拿那瓶开的，听懂吗？听懂吗？先喝点，先拿一个，不着急，没有这能力，哎，你看呢？哎，自己拿会冒的，他这个，那他是不行。你再拿一瓶，哎，那个啥，我给你拿，我帮你。有，我给你拿。我也想喝。真的，好，那江湖兄弟数十本，我知道这个不应该不会开呀。不是，但我想，这叫啥？你会开？他说怎么有火鸡？哎，你看那个网上说了吗？说不都学香港那个香港啊那样那个，他妈劲儿直接干花了。你说这不是胶吗？我整一胶呢。什么玩意儿？我明天争取打球，明天的事儿。看呀，嗯，说点办法。没，就觉得那什么事儿，就那个。你李生气了？只有这个是。这还不是生气？对，然后小白说：“哦，李生气了。”我说：“下次把他叫。”对对，烧烤烧烤烧烤。把球都给了他了。挨个帽子，挨个帽子。你那小跳台越挺猛的，小钢炮，小跳头。我们也来个回应。有声音，有声音，他们是。我耳机。有耳机。黄宏，他那个玩足劲儿。不是，这是播二十分钟啊，表演的播二十分钟，直播什么平台啊？企鹅天津。腾讯的。哦，这 WiFi 的卡。888请问这是王不野的直播间吗？不是，那个什么映客来坐地儿。你是刷的刷的？我操！我这号可大了，马上老婆，我先不要看弹幕的，我在这儿看，有点麻烦。这儿。哎，普大爷呢？对，他不是要做小龙虾吗？他是要做呀，还是？大爷应该在路上。他是不是去买鬼街买小龙虾了？谢谢兄弟们，确实瘦了，确实瘦了啊，确实瘦了。早就到了。在朋友家，今天早就约好了，一周前约好了，然后今儿来朋友家烧烤，天儿巨棒，今天这天儿，兄弟们，太舒服了，今天这天儿。哦，我知道，之前上咱节目那胖子参加新说唱了，我今儿早上看了，没说，明天啊，等于是预告里边，后天说。留学回来的还啊，对，那自己编曲的那个是吧？那真的唱的还可以。今天北京这天儿，兄弟们，我带你看看。今天北京这天儿没谁了，刮着风。哎，这天儿，你看看这蓝，兄弟，这个蓝真的，这北京蓝，好久没看过这么棒的天儿了。小智昨晚直播骂你了，行，小智是你爹。天儿真棒，我操！陆海。我操，这羊蛋，这腰子呀，太狂了！这个，大补是吗？我操，我还真没怎么吃过这东西，我实话实说，羊蛋这东西没有特别。吃过，跟谁来烧烤了？我身边几个好朋友都在，几个好朋友都在。师哥，这能钓鱼吗？我要跟他拿个杆儿，应该能钓吧？拿个杆儿应该能钓。这个锦鲤还是有点小，正常这锦鲤还得体格比这宽一倍。水质怎么那么差？刚才那地儿我不知道，可能自己家花园没怎么弄吧。北京，我一个朋友家，今儿过来说刚刚在家里喝点茶，然后下午烧烤一下，
天太棒了，兄弟们，我操，这个天而且刮着风，今天你知道吧？上次那儿吧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来过他这儿播过。今儿就是闲着没事儿，稍微播一播。院子还行，挺大的。下午好。天太棒了，我。打野主播，喝点酒，吃点烧烤。叫小贝叫你呢。啊？叫你。冰块的吗？来块冰吧。牛冰。你要不够冰，我让司机去。这烧烤太好吃了，烤的。我们家也有。都冰箱里制的，都卖了。嗯。放哪儿啊？这食用冰。大哥，这冰怎么用啊？这好像不是食用冰吧？是吧？哎，那个，行，你买吃食用冰。哎，烤的好好吃。哎，是干。啊，这个这肉是你自己腌过的是吗？没腌过。你给加乐，放心，让加乐把那狗食的。没事，这调味调的，真不错。就拿盐，因为这杀酱还有孜然粉，孜然粉就说盐跟孜然调加。哇，而肉大小也合适哈。是硬的吗？羊排的肉，还有一个羊后腿，有两种肉。嗯。没毛病。你这干嘛呢？我靠，这确实有点猛。嗯，感谢寡爵啊！破费了，感谢寡爵。兄弟，我给你们看看，吃烧烤喝什么酒？这是啤酒啊。兄弟，这啤酒可以啊，这啤酒没毛病，我操，尝尝这个，没喝过这，不看女孩，不看女孩，都有主的了，有什么可看的？感谢老板的飞机啊，感谢，谁的兄弟们，感谢一下，我没拿另外一个手机啊，我现在这看着有点费劲。够咸啊，这还不够咸啊，板筋不够咸，板筋没不好入味儿，可能。哎，这好吃。要啥？能吃这个？吃啥？今儿这天儿真的，烧烤真的太棒了，我。这很好吃的。主要是凉快，感谢寡爵啊。怎么看黄旭把孙旭 KO 了这件事儿？那肯定剧本啊，兄弟。也喝威士忌。你认真你就输了，那一看就假的。感谢包仔的两个爱你万年啊！感谢，包仔不是送三个有头条吗？送两个不等于浪费了吗？黄瓜挺好吃。喝了三天。啊，三个我就说嘛，感谢包仔三个啊，爱你万年。谢谢兄弟啊！黄瓜真不错，这黄瓜是买的，是自己做的？自己做。谁做的呀？阿姨做的。谁的阿姨做的？他们家阿姨。啊，我以为谁带来一道菜吗？得带个阿姨来。今年看 CIC 和何素人的虽然剧本，昨天那个 CIC 还可以，及时的打电话的时候正好你走了，再喝你也多了。对，哎我操，你又得拦架了，你又成正义英雄了。再对，再喝你又是拦架，然后张宝强又一个妈的。过生日来，蜘蛛侠我还没看呢。大林他妈就是一傻逼，不是他其实也是师傅不高兴。就是我说傻逼人特别少。新说唱的评分，就是可以说这么说吧，我觉得就除了第一季以外，第二季一季不如一季，反正目前我说真的，新说唱太垃圾了，拍的，我实话实说，太假，越来越假。我没有烟，你去那个，哎呀，那边这么多，你这边都不够，这不是烧烤店，这朋友家。对街舞挺好看，
你多大叫我哥？你老开口闭口了，我真不。名字起的就后面加一个。你挺会占便宜啊，熊哥。才我上位是吧？他肯定比我大吧？对，八一的。哇，大哥。崔叔，我八四的。人家是叔啊。这比较好，他买的羊肉特别好。真不错。羊肉都没有大。啊？他比他爸客气，他比他爸看着都老。那可以啊。乐哥，你不自称十八公分吗？管没那么大。你应该把这镜头叭直接切羊了。猜一下年龄。猜一下年龄。他真的比他，他比我小俩月。小。他比小妹都小，比我都小俩月。换话题，操！我操，这。我大爷来了。大爷的龙虾呢？哦，大爷。大爷悠闲的来了。花。大爷你别摔着啊，慢点慢点。不是大爷你的菜呢，我问一下。学习一下，好久没吃你做的了。你俩不说 PK 吗？怎么谁都没拿东西来啊？我拿了好多呀。这厨房啊。我先还了。在三亚没事，我特别想。这烤肉没毛病啊，你尝你尝，来一肉筋你尝尝，来一肉筋尝尝。一点毛病没有。是克罗纳吗？对对，先喝点克罗纳，因为不凉那个酒得冰一下。有点宿醉。那个大瓶也得冰一下。有两瓶了，自己开车一瓶。兄弟，不是，咱实话实说，你们可以猜一下。我是过了收费站的以后就堵死了。这对，我那个导航显示那是黑的，一直走。你知道我走的什么吗？我走的机场高速过来，走机场北线过来，北线过来。我听说小马要开的，他说我要开的，不知道怎么干。浪哥来了吗？欢迎我浪，欢迎我浪，浪，我这特地把晚上的聚会调到中午，我特地把晚上的聚会调到中午，就为了中午，我说不管喝再多或者怎么样，完了以后晚上不影响，我还可以吧浪。这时候呼完汗流浃背，我说浪真，那你真错了，今儿这天带着点风，温度不高。这搞搞烧烤绝对没毛病了，贼凉快，而且还有风扇。让我晚上啊，晚上我赶回去好吧，吃饭来不及了，但我给你们安排的餐厅也是我们一朋友开的吧，很不错的一个火锅。完了明那个晚点我看看，我安排一下，或者来不及的话我明天安排一下，然后晚上我去找你们好吧。你们别喝太多，烤的羊膀吗？对，羊蛋，操，这天吃烤羊蛋一点毛没有。今儿天真特棒，你看看这天，而且带着点小风，是不是大爷？今儿这天烧烤没毛病，一只穿云箭，嘿，一点都不热，我操，你赶紧把你那吃的拿来我学习一下，当心鼻血流下来，我操，没事儿，贼饿，好久朋友没聚会了，今儿朋友说来他家稍微喝一点，提前一周约的，要不然我都不来了。昨天晚上也喝大了，昨天我妹妹朋友过生日，朋友家在朋友家，写点写口的是吧？刚才吃大一把瓜子儿。你更帅，不是你一直说你要做东西吃，我这一直等着说尝一尝，你今儿怎么？他爸说算了，没事儿。谢谢。李师，你觉得去华电水务工作怎么样？华电水务看你干嘛了？你当司机也是干。都能保。哎，谁热呀？谁热？有人热。谢谢崔叔。感谢。我浪的告白气球啊，感谢。我不在，大家刷礼物都很狂啊。嗯，要不我进去回到。应该不是。哪玩意儿？哎，大哥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喝红酒啊？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浪，咱就不多说了啊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就是事儿上见吧，好吧，事儿上见吧。说那些乱七八糟的没用。那太假了。这不是富野家，不是富野家。富野家比这估计大八到九倍吧，
稍微咸一点点，稍微不是，稍微再多放一点盐，对，稍微一点咸，要咸一点淡，有点淡。焦时候了，稍微再多放。哎，这肉烤的真棒，我操！确实太烤嗯，味道口感没事，因为咱以前烤的都太大了，吃他妈三串饱了。他这肥瘦的对啊，这得安蒙说呀，很久以前还没倒闭呢，很久以前那烤肉我真吃不明白，真不好吃，我实话实说。那个以前咱们吃的有几个烤鹅羊的对对对，以前那秀水街有一口羊，叫老什么？毕竟朋友烤的，不是朋友准备的，5000块钱。就一直听说，说我这朋友家里那烧烤做的不错，说今儿正好尝一尝。然后每人，刚刚有两个朋友特别爱做饭的，然后每人今天可能带2到3个菜，大爷带的好像是小龙虾，一会儿拿到厨房去了，一会儿看看就知道了。对，这是北京，北京，北京。哎呀，现在他性格现在特别好，我也性格特别好。来啊，大厨！40岁的，哎，这几天真是天天喝，我操！心里来，又越狱了。奶壶一过来，啤酒高兴。别叫，别叫，别叫！帝师最爱喝哪个啤酒？我说真的，是酒我都不爱喝，我实话实说。也是家庭局。喝啤酒是最发胖的，啊！不捣乱就行，他不捣乱，他不捣乱。北京的院子很贵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啊，这玩意儿咱没法问。杨卓太有范儿了，对。大爷是我们一个好哥们儿，做饭做的贼棒，然后贼懂吃。大爷体格好，体格好。哎，对，有人说的对。真正好喝的啤酒，就是你到青岛当地喝那袋儿啤，特好喝。运过来就不行了。昨天那个艾文被我们喝疯了，跑了20把骰子，输了17。不演老板房子真的牛逼，你们谁看过你们就瞎说。我拍过，但是我没播过啊，因为播不合适的。卡包，那喝没了。艾文的手吗？对，艾文在我这儿，在你这儿。我喝多给俺手包给拿。别说了吗？杨卓和福克斯长得有点像，还行吧，我觉得艺术家都是那个范儿，都差不多。我以为是零几个，我没见到大话，他以为艾文啊，这艾文。在朋友家烧烤，在朋友家烧烤啊，就其实这个月工作，感谢感谢，这个月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但是额外播这些，就是跟大家说说每天在干嘛。太贤惠了，又高。又劲儿又贤惠，我得有点肚子，好吃的太多了。晚上我不播了，我今天晚上，哦，看他们吧，看看13浪子他们怎么说。我晚上不是他们来北京了吗？我得照一面。有可能播。还有3个人，冰红挑战那个。有2个人。千万别挑战，一挑战不能出镜，咱就别拍朋友了，好吧？这个不是以前牛街那家啊，这个是朋友他们自己订的肉。这肉是牛街买的吗？比牛街还好，他们之前我们最早从牛街买回来，住南三环，然后顺便去牛街拿回来。我吃的不错，这是我们今天招待我们的啊，好吧？炉子上点火的，有火吗？火，我一肚子火，你看，那不是有炭吗，大哥？你把烟一杵，不就着了吗？那边。师哥，这些妹子有上过直播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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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都是人家的。有的是家属，有的是情人，都不能出镜，你知道拍完以后有可能造成家庭上的这种问题，万一回分手了怪我不太好说。感谢来了老弟儿的爱你万年，感谢感谢感谢。800不是下了，800是整改，明白吗？不是下了，晚一点，但是具体今年能上吗？今年争取上。哦，也不一定，看导
屁啊，最近没好档期。哦，对对对，要排档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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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一张好档期了。对，八百是因为整改的地方有很多，所以他要重新剪接，然后有一地儿要重新说一说台词，所以还比较复杂。但是肯定能上啊，就花那么多钱，不可能不上，就什么时候上的问题。小飞，没有，我让他坐这。对，本来定的7月5号嘛，八百，我都包好场了。50条修改意见，听到吗？50条修改意见。我给你，今年开始就说了吧，今年不太顺，挺今年过了都会好的。看7月18号《小小的愿望》，什么东西？小小的愿望，谁演的呀？冯昱畅、王大陆，以前叫伟大的愿望，对吧？改名了，说伟大两个字不让用，必须用小小。兄弟，7月16号，要7月18号，小小的愿望也是华谊的啊，小小的愿望。伟大不让用，以前叫伟大的愿望，说伟大两个字不让用。奶壶，过来，奶壶，奶壶不开，再去养一个叫提奶壶算。他妈的。奶壶，里边香啊！这说明一个问题，你对狗太好了，它不怕你。这要我们家狗叫三声，它敢不过来？你就过去了。对，我肯定对。我肯定要过去揍它。在朋友家，在朋友家。谁说感谢阳光的爱你万年啊，兄弟，好久没看你送礼物了，感谢阳光，感谢。提杯可乐，没有。我看看有没有能出镜的妹子，我随便找一两个啊。来，你们也没发现吗？对啊，我都放下来，你别多喝多了，放下。这是我们来自中国宝岛台湾的妹妹，一看酒还没醒，宿醉的感觉。请问你昨天几点钟睡的觉？3点钟睡的觉，好不好？我也3点钟，你也三，没人问你。你 ，Leslie， 我还特意说我不拍他，不拍他，不要拍，不要拍。昨天3点多的时候叫你了吗？宝贝，你转不来。美女好，美女好，好，对。啊，有美女啊？没有，他们跟美女说美女好，在打招呼啊，我。肉饼来了，肉饼来了。哇，肉饼，肉饼。你妈烙的是吧？我妈不在，那厨子烙。尝一尝，尝一尝，学习一下，学习一下。这是你们富野哥亲自带来的肉饼啊，太横了，尝一尝。我就肉饼没吃过，其他都吃过了。一边一个，谢谢啊。没赶上过，主要这肉饼。哇塞，兄弟，来看一眼，看一眼，看一眼。起的，起的啊。哇，这牛肉饼够厚的，猪肉，大葱千层，北京那种千层，猪肉大葱千层，没毛病啊！感谢富野老板啊！这不用蘸醋吧？直接你要想蘸也可以。哇塞，哎，看看这肉，老北京的做法就是，看看这肉饼，千层肉饼。哎呦，可以，可以，真可以！哎，小哥，我尝一尝。撒点醋呗，就是，碟子一个，碟一个醋。昨天晚上过生日，女孩多，我没法播，人太多太乱了，几十个女孩都不认识。我们家一个肉饼一绝，一个春饼一绝。我们家那春饼那饼是能看出面的，但是要吃韧。这皮呀，这皮真可以。春饼是没毛病的，真饼，真脆。我俩月第一次吃主食，真脆，这个蘸点真应该蘸点醋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说话。嗯。然后我进门上，我那天带他家一个人吃了一盘。克罗娜正常都要加柠檬，都要加柠檬。老婆，我两个月第一次吃主食，老婆，来个辣盘蒜，老婆，我两个月第一次吃主食。哎，你吃得惯吧？吃得惯吧？你说你肯定吃得惯。散王在吗？散王今天不在。散王今天不在。Leslie这意思要小红花呢，是吗？都有谁？就你都不认识，兄弟们。在国企工作，用什么方法能快速晋升？很简单，第一，不要各色，要随，就是在国企，我说真的，第一要随波逐流。这个随波逐流是，你自己去体会吧。第二，跟领导搞好关系，就这么简单。政府部门切记得罪小人。
明白吗？这个行业真的是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兢兢业业四五年，抵不上一个错误，挺难的。我实话实说，战队很重要。哎，这是新果还是什么呀？上一次我怎么没醋呢？我就拿一点试试，因为从来没碰过咱家新果，好吃。就买过羊排跟前。这个年代的人，我们在这边吃完去他家吃那个肉饼，我一个人吃一整盘，我等不了醋了。这肉饼真棒。我就那两个月第一次吃，小飞上次吃这肉饼了，我得。咱两块儿没了，我没了，吃过吧？不过我跟你告诉啊，这咱俩我们家开着，我问了。又来啦！我那酱吧，那不用有。我说的都是真话啊，兄弟们。要炸酱快，宽面。你们家估计有宽。好久没吃了，一块钱就一块，来一块，下午就消耗掉了。我操，还有蒜。我酷，对，还有蒜，我的。吃饼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蒜你自己剥啊，条件有限，好不消耗，自己种的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发言兵那个，我谁都不用信。昨天我们刚聊完，赶紧不在直播中跟大家说了。谁吃蒜？我。我也吃。我啊，放没？这个杨乐，你带的什么菜？兄弟，我就是自己就是一盘最棒的菜。给我两包，我自己包。拿碗，阿蒙那碗自己拿。你大家里没有炸酱，如果没有了，他们炸碗没酱过。怎么你还打我手？我家里都没人怎么？没有没有，嫌你慢。是你妈发明的。你饿不？这么做，这么啊，就是热吧？是这不热咸淡？你们不热吧？因为我在北京也挺多年，没有吃过这种。这都家里啊，家里的。这对，现在餐厅也不这么做了。有一家餐厅都薄，没有做这么厚的。这肯定好吃，华为肉饼。这华为，华为是清真。所以它是牛肉的，咱们来来来，咱们喝一个啊！不好吃，感谢子凯啊！感谢子凯，欢迎大家！来来来来来，感谢！谢谢谢谢谢谢，常来常来以后啊，常来每天都来啊，没问题，都把我家大门常打开。别说，哎呦我操！这次请到烧烤师傅了，这是他们家的。八蒜老弟啊，来个开生蚝的。这是我朋友自己家里的人烤的师傅，自己家里的厨子。就是那个北京不有个那个三里屯有一个购物中心叫3.3吗？3.3就他们家的。对，北京，过来跟大家聊会儿天啊，那边人太多，我怕待会儿聊点他们弄我播他们不说，但是有时候那东西可能聊不开，不合适。说真的，烧烤这个东西，火锅这两样发明，我觉得是饮食界特别伟大。然后它是已经完全跳脱在饮食之外，它是真的这两个食物，你不觉得吗？火锅跟这个烤肉，它是赋予了其他意义的这么一个食品。正常东西我们就是吃、聊天、交流，但那个真的是代表什么团圆啊，促进感情啊，然后互相之间就很多东西啊，包括有时候胆小的可能。对吧，完了就胆大了什么的。东北烧烤吃过吗？吃过。我跟你讲，烧烤这东西啊，一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特色烧烤，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个人口味问题。有些人觉得东北的烧烤好吃，有些人觉得青岛的烧烤好吃，对吧？有些人觉得南方也有觉得刷酱的那种也好吃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见仁见智。我一会儿就关了啊，让帝王套早点播，因为朋友聚会，我说真的，我一直这么播，还是咱要多为朋友去考虑啊。手指头给我舔舔，肉饼是真香。我们小时候真的就是说，因为那时候说什么呢，肉真的是比菜贵，现在是菜比肉贵啊，就是在。肉比菜贵的那个时候，真的说吃顿肉饼太奢侈了。正常都是和馅儿，和饺子馅儿里边掺点菜什么的，这样显得说可能肉多的感觉。主播在北京找工作，有没有办法不会被骗？
我说真的，现在被骗的几率有点小，因为最近管的真的超严，就是对于说青少年就业的支持啊，还有很多这种说扫黑除恶的嘛，最近，所以我觉得真的，你说要被骗也不太容易，你别想着贪，别想着说那个占便宜，啊，你本着这样的心态，兄弟，我跟你讲，骗子自然会找上你。达利的项链什么时候上？下个月月初，下个月初上。嗯，北京燃气集团怎么样？很不错呀，大公司。传销组织少了，传销组织不少，只不过他们都很多都从国内挪到国外去了。税就是他们为了，比如说走他们的那个账啊、啊钱啊，然后还有很多法律上的问题，都挪到国外去了。但是依然在国外，不影响说骗咱们国内的同胞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有非常强的防骗意识。然后现在国家出台了个新的规定，昨天企鹅还在专门为这个事儿，我们开了个会，专门在说这个事儿。未来很多慈善类的节目做的时候都要特别谨慎了，因为现在新出了一个条文，首先啊、慈善永远不允许跟网友去募捐，不管你这个钱最后是不是全额的捐给说相关是扶贫啊，是助学，是什么东西，不允许募捐，这个东西是犯法的。第二，不允许挂羊头卖狗肉，卖狗肉就打着慈善的名义其实获利，包括收礼物这都不行。所以我商讨了半天，最后就是说后面都咱们做慈善节目还是很多东西我觉得要注意的。感谢兄弟们的感谢轩轩的抱抱啊，感谢兄弟们礼物。月初的项链什么材质？铜镀金，就是铜鎏金，纯金的，因为成本算了一下，大概要到12000左右一个，那不可能我卖纯金的嘛，那很多大部分人喜欢的，他也对吧，比较贵。以后把礼物捐了不行吗？因为很多东西你说不清。我说真的，就是其实我一直做十年的慈善，我一直在说一点，就是现在做慈善越来越难，为什么呢？很多东西你明明是做好事儿，但是有很多的网友啊，有很多那种键盘侠，就会把这个事儿可能是好事儿的，然后伤人的心。所以说真的，这几年做起来不容易啊。但是大家能知道这个那什么？哎，感谢谁的礼物？感谢黑粉啊，感谢黑粉，破费了，感谢黑粉。樊冰其实早就跟李晨就那啥了，知道吧？只不过最近才爆出来而已。互相之间，明星跟明星这个行业特别特殊，他一旦好了以后，很多东西发声明，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着好像是说勇于承认怎么怎么样，其实哎，都是有捆绑，都是有利益绑定的，懂我说的意思吧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，都是假的，哪有那么多真爱真感情啊？但是我说真的，哎，李晨儿，反正这事儿我估计很多人也不理解，因为你看每个女朋友都，你不能说，哎，算了，不提人明星这事儿，跟咱也没关系。而且他自从就是那个范冰冰出了那个事儿以后，对李晨的事业其实是有影响的。李晨去年一年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才挣了500万吧，好像只有一个跑男的通告，其他都没有，这在明星里来说算是挺少的。当然我都胡说啊，我都胡说，兄弟们开玩笑的，我说的不是那个。哎，有些东西知道太多了真不好。今天出序人员当中谁最能喝酒？嗯，我说真的，谁都不服谁，都是狠主。夫也算一个，大爷应该是大爷最能喝。嗯，应该大爷最能喝。认识大爷这么多年，次次喝大酒，没见大爷喝躺下过，喝多过但没喝躺下过。这套房多少钱？我也没法问朋友这套房多少钱啊，你自己看呗。北京就这地界儿，院子算挺大的，那边也是，那边前面也是这么大的，然后带湖带河，对吧？然后就是三层楼，不加地下，啊，你自己算吧，我也不太知道。
但这个福野家比这大太多了，大太多了。别问，问就是九位数，九位数估计到不了，我感觉到不了，大一千万吧，我觉得。连装修有可能差不多，这种房装修也花不少钱。嗯，哎，多大跟咱没关系啊，咱们别老关心这个，没什么意义，也不是咱们的。西山附近不是西山，就北京那叫什么，开车20分钟吧，开车20分钟，得上高速，然后第一个收费站还是什么鬼的下来。其实妹子挺多的，但都不能拍，好多都不能上镜，因为有的是正牌，有的不是正牌，知道吧？有的是可能3-4牌、4-5牌。有机会真的，福野他们那个房在装修，你知道吧？有机会真的能给你们看一眼福野的那个房子，那个是我觉得，咱不是说是多少钱，你知道吧？就那个设计，那个概念，我操，真的是舒服看着。兄弟，还是那句话啊，今儿播是不是工作范围之内的啊，这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但是就是给大家说了，别经常看不着我。昨天我玩自走棋玩到4点，一盘没赢，可能喝酒喝多了，我操，一盘没赢，有两把其实天胡的牌，我操，玩错了。我最近好好的练练自走棋，就是那个叫云顶之弈啊，好好练练云顶之弈。蓝牙耳机没有用，这个直播的东西是不支持蓝牙的这个功能的。你是瞎弄，是啥瞎弄啊？我不是瞎弄，兄弟，我昨天下午直播那几盘你去看看去，绝对没毛病吧？兄弟，昨天看我直播的那个绝对没毛病。我昨天没直播玩，晚上我是直接登录账号玩的，玩了四把，哎，玩了四把，吃了3把鸡，1把第4。男人没钱是不是人微言轻啊？兄弟，我也没钱啊。我跟我在座的这些朋友比，那都是，对吧？这，我觉得这东西真的不在于那个。但是，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，你很在意的话，兄弟，你相信我，那别人看你的眼光也会不一样。所以，我觉得最基本的一点就是，你首先要相信自己，有足够的自信。那钱不钱的这个东西，我觉得真的是其次。因为朋友相交，你记得跟有钱人交往都是那句话，当这个人已经不缺钱的时候，其实你有没有权，他身边互利的这种朋友啊，生意上的伙伴已经够多了。人跟人交的是什么？交的是真心。我操，又上新的吃的了，我尝尝去，不能错过，我比较好吃啊。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当你坐到那儿了，绝对没问题的。我看又上新菜了，我炒粉。什么？你现在这么专业呢？你这都各种理论啊，什么喝酒只喝龙舌兰，干啥不发胖？羊肉人体吸收不了，你这脂肪，羊肉的脂肪，不可能。龙舌兰的适可而止，对，来一个适量。对啊，我让它再咸一点。我跟他说，可以再加点辣椒，其实。辣椒，你看，听到是降血脂、降血糖，很好吃。是经过科学认证的吗？真的，你看墨西哥人饮食那么油腻，就靠这个。小墨西哥朋友我真没有，他们那儿挺封闭，感觉不太。拿呀，喝呀，喝，我喝。下次你跟那个，你可以弄点黄瓜蘸酱，去坎昆，巨美，直播也超级美。然后醒来酒店就给你端一盘龙舌兰，叫起床酒。哇！真的，每天起床就先喝一个大勺。说那坎昆那个酒店，那个龙兰是那个自动饮水机那种，咔就起了，酒店房间里是这样的，跟大张那块露个奶了吧？没有没有，我爸在那烧的，没事。没有，我来。
带来肉饼。兄弟们挺都挺懂事啊，都挺懂事啊，都让我下播。兄弟，那就多的不说了，好吧，我下播踏踏实实跟朋友聚会，晚上我去见这帮，对吧，咱们平台的这些土豪的时候，如果他们同意播或者愿意播的话，我不管是当主持人也好还是我播也好，兄弟们晚上看看啊，祝希望兄弟们有一个美好的周末，开心快乐，因为今天我很开心，希望所有地家军的兄弟们大家开心快乐，我就满意了，好吗兄弟们啊，那咱们就这样，那我吃饭了啊。帝王套接播，帝王套接播，兄弟们看个游戏啊，支持一下帝王套，一直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，兄弟们啊，关了啊，拜拜。